主胸部痛啊，主胸部痛啊，我看到那个，应该说几十年之前的解放军啊，感觉啊，拿了那个枪啊，拿了枪啊，那个好像是漫，那个画上面啊，拿了枪，这边拿了枪，这边拿了手榴弹，有三个人啊，三个人好像在打仗的时候，三个人在打仗的时候，这三个人在打仗的时候，现在我看到啊，这样的打法就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，人家在那边，拿着枪，又拿着咱们扔手榴弹，人家在高空当中一个弹扔过来的，我千万的啊，一个弹全扔过来的，千万的，所以现在又，既然国内又拿出这样的那个，话来啊，又拿出这样的话来，是要怎么怎么样的，要怎么样的宣传啊？这个已经，这个年代早就过去了，这个年代早就过去了。现在你想再动员国内啊，再去来想同哪个国家去打一仗啊？已经行不通了，用这样的方法。已经行不通了啊！已经行不通了啊！已经行不通了，这已经成为过去式了，已经成为过去式了。现在的战争，这基本上，现在大家打仗基本上人都见不到啊，都是用那个武器啊、飞行器之类的啊，所以啊，用这样的方法还在宣传，宣传，那就制造麻烦了啊，制造麻烦了，制造麻烦了啊！你说谁愿意，无缘无故的上战场去嘛？啊，谁无缘无故的上战场去嘛？啊，谁无缘无故的上战场去嘛？啊，谁无缘无故的上战场去嘛？啊，我接下来我又看到，现场的这三个人呢，三个人呢，拿着枪，扔手榴弹啊，这样，这个打法没有用了，现在那个按现在的战况的话，你这种打仗打法没有用的了。这样的训练又是叠被子的，更没有用了啊，更没有用了，更没有用的啊，更没有用的当年还宣传到这，宣传的用自己身体赌枪眼什么之类的啊，这个实在是太荒唐的宣传宣传太荒唐了啊，宣传太荒唐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